就是，种水啊，只能是算个孙子，底子才是爷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小志，今天约了一个远房的表姐啊，是这么一回事啊，就是我妈跟她妈啊，就在芒市也是遇到了啊，然后聊起我们小一辈的，然后才知道就是说，哎，我表姐也是吧，在做这个翡翠，然后我也在做翡翠，然后就，相互那个，留了电话认识啊。确实没见过啊，因为确实是就是我外婆家那边了，知道吧？期待一下啊，第一次见这个远房的表姐。哎，表姐，哎，小子，我来，哎呀，好，走。要紧张的甩那个，第一次跟表姐见面啊，怎么样，像不像一家人？挺像的挺像的啊，对对，笑起来，哎，你们笑起来眼睛很像，是吧？对。哪天要不是我妈跟我讲了，真是认不得，还有这么漂亮那个表姐，因为我妈是这个云南保山的啊，就是皇家啊，然后真的第一次跟表姐见面，我挺害羞的，说实话哎，这是以前老一辈嘛，你说，车子又比较赶，然后电话也会使用，所以不经常走动。那天碰到一起才讲起说，你也是在这边做翡翠。我说啊，那我们家做了那么多年，我说哥，然后嘛，你妈就说把微信加起来一个。就确实啊，就是老一辈的这些，他们可能联络的会比较多一些，就是谁谁都认识啊。但是往我们小的这一辈，可能确实走动也稍微少了一点，有些确实隔得也远吧。像我们这小呢，就出去干，出去矿山做生意。那么现在你表姐夫啊、表姐啊、大表姐都还在上面都在商场。都在上面哎，好了吗？厉害了吗，表姐你们？那倒是，也是刚开始去也是蛮不容易的，现在慢慢的路子也走通一点，跟缅甸人差不多了吗？现在，基本是这种常年在那边我在那边是在不得，哎呀，环境太差了，那种太艰苦了。我也带了一些料子，我本来是要回新疆了，回新疆嘛。意思你们是瑞丽、新疆都有那个店？对，都有两边跑嘛，也是两边跑。现在嘛，我也带了一些，你看看给对装嘛，反正也不是说特别好那种料子嘛，一般些。你看看对装哦，喜欢哪种嘛，下次我给你带着来。可以可以，我先留可给以，你，谢，看一下嘛。哎呦，肿了个。来，姐，你走，你走。好。用那料子啊？哇，是个春料啊！这个料子就是正儿八经我们讲的一个小桃花春了啊。哦，这料子空度好啊！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点？就是它虽然说这个面它皮壳就稍微刷的有点严重啊，但是这个料子自然光是能够看到它发黑的肉质的啊。很多小的点，你看，包括这种小敲口，那个肉质是能够完全发黑的。啊，压灯啊，春料我们讲的十春九木，但是这个春料兄弟们种好哦，而且板正，是吧？完整。我再看一下啊，可以啊，表姐这种后门还是相当不错了。对，装能啊。你看这个也是有个小小的敲口，是吧？自然光也是发黑。那当然，我们压灯上去看到没有？这荧光是出来的啊。那这种料子其实它一样的是有雾层的，那包括这一边，那肉质发黑，那压灯上去呢，这荧光，看到没有？木纳料子就是其实纯呐，是吧？底子干净纯，那这一面就是没怎么刷洗过了啊，就真正的你看它原生的这种沙，那这种原生的沙呢，它就很难露肉，但是边上也有一些小敲口，看到没有？也是有春的，这边是飘点这种，是吧？情色啊，情花啊，包括这边也是有春，哇，这空度啊，包括哇，这一边这里是最春的。这边手镯我也有哦，那假如说我们用黄光灯打的话，这个春色要更浓了啊，粉春，哇，春料能有这种种哇，肉质能够发黑，很难得了。种料子过那时长的话，应该是要事多一点，小柳哎，为啥子？你不想那么高？为啥？您看到的话，7万4。7万4。高。可以啊，表姐，加真油。的吗？这个料子啊，这个料子有可能瑞丽下一个网红料啊。这个部位哇，开窗开出来，只要是它的底子干净、底子纯、它的春色浓，
哇，再配上这个种水，真的可以说是瑞丽下一个网红料啊。拿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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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个、啊、哎呦，恭喜标题开张。我们先放一个，这个也是木纳的，这个料子哇，这边是一条色带子啊，是不是看到没有，这个去打点水过来。好，哎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这个芒是吧，它从这边起一直往这边走啊，背面它这边是绕过来了是吧，背面以整个料子是贯穿的啊。当然这种料子呢其实还需要去博它的一个内化。那其实木纳料子我最喜欢的一个点是什么，就是它的一个底子啊。其实这两天我们去跟那个那个大师我们去聊的，他说了一句话你还记得吗，他说、嗯、就一般啊，就所有的人行家也好就玩家也好，看翡翠第一就脱颖而出的两个字，哪两个字、嗯、我当时好像出去了，你知道吗，我送那个谁去了种水。但是他这么说的啊，我觉得很有道理，就是种水啊只能是算个孙子，底子才是爷爷，知道吧。我觉得其实很有道理，就是木纳料子来说啊，真的它的底章是非常非常优秀的，就是能够让你有一个这种甜的感觉，就冰糖性的感觉，只有木纳料子能给你，是吧。当然墨西沙料子呢能给你那种寒光荧光那种杠味，是吧。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边色啊，那鸭灯哇，这个料子是属于飘色花啊，这个有一说一，好吧，这个是属于飘色花。当然这个料子其实哇，真正的龙到之处必有水，那这个色花的部位哇，种的话画的相当可以，看到没有。那包括这一边那自然光肉质发黑是吧，就是说它的种是有一定的保障的，种是不弱的，是够用的。当然你说是吧，什么高冰玻璃那肯定是没有，是吧。当然这种料子你说一个糯冰是吧，非常的就是简单了，背面的这种皮就正儿八经紧了啊。当然这个料子你说薄性嘛肯定也大的是吧，色径的深度宽度包括它内化的一个情况，包括裂纹是吧，都需要去赌的。那这纸中来弄多少钱，你看到我说你哥表弟，哎呀，表姐又在考我了，我给价是吧？两万块钱，给啥的？都给你。这表姐我搞得不好意思了，是吧？啊，不存在这些，我一家人嘛，我给人家赚，我还不如给你赚。哎呦，兄弟们怎么说呢？谢谢表姐，谢谢表姐。行，来，我们看下一个料子，南旗，这个是脱沙的是吧？哇，同学们，像这个料子呢也是属于什么，就真正的我们讲这种冰情啊，有点偏蓝水的一个这种感觉啊。这种料子呢也是妥妥的就是玩界面的料子。这个料子呢赌性是微微是有点大的，但是就是玩它脱沙这一包了。那当然玩界面的料子就肯定首先品质是不低的，是吧。我不会说随随便便什么料子都跟你说玩界面，知道吧。这个东西是真的是啊，赌界面玩界面的东西。这个呢表姐，两万八可以啊，没问题。南旗啊，我平时放出口、我都几种料子能至少要放个4万5左右呢。哦，可以可以，没问题。来看下一个啊，这个是一个开窗料，开窗，嗯，南中相当。哇，这个种水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料子哇，整一个肉质哇，这种荧光包括它甜味，就是给你一个什么感觉呢，很深邃很清澈，就是像一滩那个湖水，就是那个湖水呢它又不是说那种，就它很清澈，但是清到什么呢，清到就是看不到它的底。为什么，因为它整一滩湖水很深的一个感觉啊、哦、有点偏这种湖水蓝的感觉啊，确实。包括这里哇，甜呐、啊、这边稍微有一点点棉，其实棉就能避开棉的话，其实能出界面啊，这种真正的我们讲的小冰情了，怎么样，这肉质的这种甜味，就木纳的那种甜味，放糖的那种感觉出得来。这个呢表姐，这个多少钱，这个是稳稳出货了，嗯，稳了，这种南旗的、这个是74表姐，74，嗯，可以啊可以啊，哇真的太舒服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真正的就好的东西啊，看了都让人赏心悦目，好的东西啊真的看了都让人就有个舒服的感觉。好，可以可以，没问题。又是捡漏的一天呀，这漏感觉捡的有点大了。哎，表姐你也猛那个啊，没有，人家那边催着我，没事。你看，好，回一条信息。好，墨西沙铁锈皮，这一边这边是脱沙的啊，兄弟们，这料子大家看到没有？
啊，莫西沙的是吧？我刚刚讲的莫西沙是吗？两个字是吗？种水，杠位，哎，杠位，杠位，莫西沙料子哇，这杠位真的是绝了啊！中铁锈皮是很，就很有机会出黄匪玩黄匪的啊。那其实铁锈皮啊，一般来说铁锈皮就是其实也是种老的一个表现啊。那铁锈皮的料子就是说它已经是属于这种底层，属于在第四层往下了啊。那这一层呢，它有水啊，那水浸泡之后啊，那水中它是有什么，有铁元素啊。那其实铁元素就是我们讲的这种，就类似于铁锈啊，形象学的角度，铁锈啊附着在它的皮壳上。那这种东西只要是种老啊，它这种铁水，它这种铁元素是入侵不到玉肉里面内部里面去的啊。那为什么我能这么说？那比如说这一包脱砂的部位就已经能证明，就是说它的铁元素是入侵不进去的，因为它里面是，就是说它皮革是黄的嘛啊，但是它里面是泛绿的，是吧？就是有琴底色，有绿琴，啊，那一块料子其实关键的是吧？我们讲的种水底子，那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底色，有点底色跟那种纯纯的无色，那价格这种区间也是非常大的啊。那这个料子呢，边上也有一些小敲口，点点小断口，这种应该是开采的时候啊，滚道啊这种敲到的啊，包括这一边，是吧？这个肉质，这个种是看得到的，看到没有？莫西沙料子嘛，是吧？种的话还是有一个保障的，这边是没什么表现的。那这种就是开采的时候啊，他们拿那种小钉锤敲的，知道吧？叮叮叮叮叮，就是只需要那个小钉锤敲一敲，他们就能分辨出，对，就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翡翠。知道吧，很厉害。那这个呢，表姐，这个多少钱？这个这种嘛，这个给你50000，啊，表姐。50000。嗯，可以，拿下。看你也相当专业了，现在看料子啊，这个眼光可以了嘛。没有没有，其实，就是看多摸的多嘛。之前又有客户是来到德隆啊，嗯，就买了块料子，拿过来公司，我上手我一点，我这个重量不得不很对。嗯，有点轻，嗯，但是特是觉得这个东西很肿了，嗯，因为其实翡翠它的重量比普通石头重特别多，知道吧？所以说那位大哥他才会误以为就哎这个已经是很重了，很压手了，啊，就说白了就是他摸得少，是吧？那当然我们摸得多的，你说一上手我们就知道这个东西压手感啊，你说这么大一块料子只有就是5公斤多，就重量就是不对的，知道吧？所以说那个料子切出来，我们后来切出来。里面全是假的水墨，家伙很多市面上噶，要相当要把关的好噶，包括你这种我，但是我感觉你刚刚看了几个料子了嘛噶，相当厉害呢。那表姐，以后有什么料子啊？你可以，其实你可以让小智直接过去看的，你不用，你提这些料子也挺重的。没事，小子，等下次有好那个有家里面弄收藏的，我给你带着过来，你过来看一下。谢谢表姐。因为这次过来嘛，其实不是说本意不是说来买料子那个，最主要是想来看看你这个表弟，因为你晓得，能让老一辈的亲戚给啥，在我们这种就淡了嘛，噶。居然都认识了，都见面了，都来到这边了，以后肯定是多多联系，噶，表姐。好，然后小子。这几个料子真的谢谢了啊，不存在这个木拉，这个木拉料子可以吗？喜欢啊，没事，喜欢就好。下午先我们一起吃个饭吧，表姐。可以、啊，嗯，你叫上你朋友就行嘛，几个好，到时候我们就旁边嘛，哥。好，好吧，那视频就先不录了，好吧，朋友们。那小智记录视频也不容易啊，希望所有的朋友啊给小智一个点赞，好吧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啊，拜拜。表姐，你哥还记得小时候在外婆家，你当时我哥怕你怕是见过的。见过的嘛，小时候我们去的时候，那时候我记得是冬天，很冷。